好，来发动主动技能。这个多两个，好，来。都算170，好 ，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顺，今天我们再来玩 Crash Fever 哦。让我们来转一个蛋吧。好，这一个是最新的，还有这一个超强力六星。但我想做点别的先，给30天达成这一个，我想要。对，黄色属性的会有六星哦，来抽一抽吧，点，touch，砰，会拿到什么呢？OK。我还以为有别的，你给我重复的。OK， 收上来吧。OK， 应该还有一个是这个以喜以觉醒六星角色保证。好，先热个身这里，这个。按样转转蛋，来，六星哎，火属性的，不错哟。重复。好，来。这是什么？超级汽油。六星的黄金闪电吗？强化素材哦，升级用了，好，可以 ，OK， 喂，只有一次了 ，OK。来这个已觉醒六星，来吧，OK， 强化一下，
好，转一个装弹，点它，会拿到什么呢？希望不是重复的哦。OK， 哇，那么帅啊！黄色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是绿色的。嗯，不错不错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已觉醒。OK。嗯，刚才又拿到一个新娘子。OK。来这个，十连冲，转，点，哇，看到很多好料，喂。超级稀有火属性五星，好的，哦，有哦，六星白雪公主，哦，以自身恢复力为比例，给予单体特大幅伤害，相当不错哦。哎，会是什么呢？哇，也很帅哦，新郎吗？五星，嗯。来，再来，极稀有 ，OK， 新的卡，可以，没有重复，很好，哇，木属性，一看就知道。诶，不是哦，呵呵，水属性干嘛啊？看到那么多绿色还以为是水木属性啊。嗯，水属 OK， 五星的不错。嗯，没有重复。你好，按错了，糟糕，那没办法了，糟糕的啦。手脚按太快了，还想按点别的。嗯，有蛮多没拿过的也好了。会是什么呢？哦，嗯，最多到五星。好，来，哦，这个六星，火属性哦。
按错有点值得哦。嗯，还不错，都蛮多没拿过的。重复了 ，OK， 这次要按好来的，哦，哇，那我只剩下一次的机会了 ，back， 那这个就下次哦，下次吗？这里还有两个嘞，嗯，刚才按错啦。我跟紧啦，这一个这边有诸葛亮，也是光属性的。这是 New Face， 嗯，好哦，那就这个吧。哎，再来，再来。好吧，好吧，来点。哎，哦哦，哎，还好，感谢你啊、哦！哎，一颗而已哦，这也未免太倒霉了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挖过个啊？还五星哎，法师。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！亏掉了。嗯，咦，那么帅啊，可惜啊。最多到五星。OK 吧，诶 ，back。OK， 这边想抽一抽的。嗯，试一下50力扩充，好，再扩充了，好好好好好，转，那最后一抽，给个好运来，哦，没好运呢。嗯，好吧，好吧，下次，下次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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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OK， 还蛮不错的啦，还有礼物呢。
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给我一个喜欢哦，不要持续追踪我的影片动态，请订阅我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